没事，我这有粥。把电饭锅里还有粥。啊，还有粥呢。我拿下去吧。修车回来了。Hello。坏不了，够一个人吃这个。我来吃凉的。够一个人吃的。我来吃凉的，给我留着。车弄好了。画了个光波系列型。马哥，不舍。马哥要吃那个苦瓜。他苦瓜炒肉。我煮黄豆。OK。老高的包被叔叔拿走了，我这有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了，给他，牛皮的，尼泊尔的。高兴。还不睡？都几点了？十点了都。不是蚂蚁。高兴，赶紧睡觉。高兴，吃啥呢？给我吃一口。你过来，给我送过来。给我送过来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谢谢。吃了糖要刷牙啊，牙疼。去下去睡觉去，别踩了。咬你哟！你的玩具，那你的玩具，蜜蜂，蜜蜂，别踩了，高兴，咬你。去睡觉了。拿着玩具。玩具，玩具，黑黑的，黑黑的。午餐，纯的都是鸡爪，胶原蛋白。他们去玩了，我看家，我是懒得动。他是要去哪里游啊？就是黄州有点游泳，不是吗？还去游泳啊？自己在家洗衣服，喝茶，绿茶，煮日清。哦，好热呀，这天。这么热的天，咱们出去玩去，给他们熬点绿豆粥吧，回来去去暑，解解渴。下雨了，少杰也收衣服了。好，谢谢。都是绿茶。老高他们还没回来，下雨了，只能风干了。
90分钟，风干，没办法，又出太阳了，烧鸡跟我又把衣服，啊、哦，下雨了我帮你收，烧鸡把那盘子拿下去，一会儿，又大太阳，两点半，高兴要回来了吗？啊，这天气，现在其实现在还在打雷呢。那边吧，那边在打雷呢，听到了吗？轰轰轰轰轰的声音。但是刚才这下雨，现在停了，大太阳。这绿豆粥、绿豆汤也好了，应该是起沙了，在这儿放凉一点。放凉一点，给他们放冰箱里面。回来以后喝口凉的。好。谢谢，真乖。外面又起风了。小高兴回来跟我打个招呼来。哎，这破天儿，马上又要下雨了。帮少奇把衣服收了。啊，这个尼泊尔这个天啊，说变就变。估计那边就开始下了，已经。看看。啊，就上面几件是有点湿，剩下的都干了。高兴，高兴。有好吃的吗？给我找点好吃的，我饿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，你自己喝吧。他给你喝。你自己喝，谢谢。真乖。开始收我的衣服吧。大风回来了。刚才他们喝了点绿豆汤，想睡觉的全去睡了，累着了他们，估计是。我也喝了一口盘串，这个串买了2年多3年了，一直没玩，没盘。飞了，乌鸦飞了，飞了。现在中国话说的越来越好了。少吃点，给我吃一口糖，谢谢。少吃点糖呗，牙呀，呵，还咬。说着，还来劲了。哎，下学就开始啃，一直啃到现在。哎呀，还咬碎了哈。你这牙口，昨天你这个牙是肯定要掉。随老高，老高牙口也好，咬骨头，把这鱼娃娃吃了，嘎嘣嘎嘣。尝尝味儿就行了，真要是不是？他妈干啥的？下面。